你远程给他看看。喂，镇静，新科大也有，给你的好像新科的吧，牌子，牌子叫圣科泰，对，我不知道啥字。我不知道他这怎么写了，反正比较复杂吧哈。到时候我一会儿给你查查，一会儿给你查查，你发个。咋了？我跟他说了，他驱动器，你驱动器那个调那个半什么那个动一下嘛。还行吧，我售后的小伙交给他了。没事，他有我微信，有问题再给我发微信。行，我把仨字给你。没事，我一会儿看看效果一下。咱注重的不是过程，而是结果。不够黑，主要是还那个什么呢，咱一全了就好了，别打太少，这样给他拍个视频他能看得到吗？你们可以把声音去了是吧？没事，但是拍这样他看不清了，光线不好，要不要给你打个灯啊？不是光线灯，感觉焦对不上是吧？对，因为它有光闪的这个东西。没事，有视频的会给他快点照。主要是照片，到最后头，先拿叫他看看，远一点，叫他看怎么回事先。这是那个谁？这是那个寄过来的样品的吗？小翠的。哎，寄过来的是不是应该是 Jennifer 的吗？小翠的。哦。我走。喂。可以，还行。流水线一般情况下，你要最快的话也就一两百吧。打线仅限于线，一两百的速度，每分钟。一两百米啊！啊，你以为是啥毫米啊？那毫米不是老牛吗？那没问题，小圆就是吧？那应该没问题，估计能到一两百米吗？它是切下来还是达标啊？
切啊，切下来速度快不了，估计。不是我说切吗？需要切下来吗？哦，那估计行，那没问题，那问题不，多长时间？我先回去还是等着？等着吧。你打老长时间，我感觉黑吗？那中国是吧？你吹吹上面的灰。好，可以。嗯，正来这今天晚上剪了给我，立马剪。你剪啥？你又不用去吃，你有媳妇有啥的？是不是啊？是不是你有媳妇吧？我有媳妇。媳妇，你也可以去吃，带媳妇去。看哪个呢？就在门口。这个门口，哪一家？你经常吃饭呢，到时候我就是订。你订好了？统计好人了吗？你看你上哪去得问好人，方便吗？就在这门口，你看去哪？统计好人了吗？多少人啊？回馆。啊。回馆。我叫他提前买。回馆二楼。对呀、啊。多少人啊？你这边多少人啊？打开那个软件，然后六七个。统计好，水饺又不是菜。一人一份水饺。啊，对对，打杯得吃饱啊，不能运一份，运一个也是吃一点。十点，然后一人几瓶啤酒啊，都行，没问题，别动啊，别动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酒没问题。不是，打完之后你把药品拿走就行了，别放在我这儿。我现在就知道多少人了。你现在统计统计去的人数有多少个？要去。对，得去的。去你不去的话，是不是五点半下班就去啊？嗯。行，今天可以。哦，今天六个。把提前把工作都做完。哎，工作现在都做完了。行。太厉害了。还是这样。那你那是。但是现在不喜欢这么难吃，我不喜欢他那个。前几天，就上回我孩子来的，然后我。这个视频比较慢。他姑姑说。但是给客户看的话就傻了吧？你可以截裁剪视频是吧？把不清楚的抬一点，再走一走，再走一点就行了，是吧？嗯。啊，那也行，你有这个水平就行了，我又不会给你弄了，自己弄。吃点水饺再走吧，这不剩更多的盛情难却。哎，你去死！哎，爷爷那会儿。别动！别动！别动！大伯带走啊！吹一下，上面灰灰，慢点，别吹动那个铝板，风跑了吧。灰好像没有那么大。行，这是我们家里一共几个人，都去，基本上都去，没有不去的，就唐大姐不去，常璐不去。常璐必须去，弄死他不去。你敢说他去？嗯，你说他不去，我弄死他。绝对不去，他说了半天。你哥说不去，弄死他。弄死他不去。今天从上宿舍都把他弄死。啊？你呀、啊？肯定去啊，上一个，肯定去啊。那个二次一块去。能不能？哎，我得坐飞站到七点走。没事，吃完饭再来。飞站什么七？吃完饭再来。嗯，去吃饭。哎呀，在这干活不像在家里面，有你老妈给包的水饺。还是家里包的水饺好吃。你回家吃。天哪！回家吃饭。是不是吃什么馅儿的问题？不是，你不用。我不动你，是不是吃什么馅儿的统计？反正有吃素的吗？吃素肯定不吃肉。我知道，只把素的统计了，肉的就无所谓了。素的来韭菜鸡蛋，还三鲜海鲜的，湾仔码头一人一斤。我娘，一人一斤。他老板那下锅子都念过的。哈哈哈！做不出来。湾仔码头这一斤上去吃多少钱呢？你看这人，差不多得吃个四五百块钱，那才叫。哎呀，这是贵了，那一小袋儿二十多，一人十一袋儿。那好一块儿。一斤水饺，那一斤，那这一斤我也是一斤的。大袋吃吧，大袋够三个人吃，小袋一个人。
是，他都弄。你回家就行了。我回家弄去。你媳妇在家里是怎么穿？我媳妇，我带走啊。打个包给老板娘走，这个。打包什么？快赶紧出来！打包。你进那个进那个上，进那个小白脸，进他进他这儿。你操！你说啥了？你现在？你看老板娘。这家在哪你都吃。有回家的关系。别那那模糊了，你看光又模糊了。说实话，你可是你赚钱。不是。你怎么不回家呀？你媳妇在家呢。哎呀，我为了不是你们吗？我回家不回家呢？你为了我们还叫我走干嘛？你说你，你有媳妇儿，你说，你有媳妇儿，我有媳妇儿，你为什么你不回家呀？你为了我们是吧？我也为了你，我为了宿舍的小伙子。我也住宿舍，在家。今天我今天那意思，咱们回有家了，回家呗，就是了。对，有家的你可以回家吃，你没必要在这吃啊。哦。不是没必要，你媳妇愿意也行，我也没意见。哦，你主要是死舍那小孩儿，你就你们嘛，家又回不去，上哪吃啊？哦，上那家吃。你去死我家住，我开那家人。对呀，我因为同事一会儿都集体上都上东北燕山一起去。快去干活，你俩在这刺挠我，你就是锤你呢。我刚干完了，没活了，干个粑粑你干、啊，天天这活弄得不够干了，老家来熊你是吧？熊还没熊你这回算是。熊我干啥事？这回没你事，没熊你。找不着弄的设备没事干，把你们设备弄完了。昨天把设备弄干净。全从里外里外全擦干净了设备。骆驼头啊，没用都扔了。全扔了。昨天没事在这光打包给扔了。你看那冰箱里边一点灰尘都没有。嗯，屁，给我舔一下。还没回退呢。昨天真打扫了，那个现在你看，你看你听后边那个洗的，那个徐玉刚。我一会儿咱俩都已经走了。今天晚上在这打扫卫生打扫了一点，多少钱？我跟你说就这样过去了，我考虑了，因为他外国来不了，整个河北的感觉也全部停电，想办法弄了，全部停电，来不了外国做个屁啊！我现在想办法弄了。啊，他这个环境停住了，是因为停电接的活，停住了，停住了，全部出事了，制造业全部。落了，早该落了。雾霾太严重，整理不当，谁整理不当干谁。现在是北京捣鼓了，那没辙。谁贪治理谁不行吗？贪，这比贪更严重，知道吧？贪，你弄不死别人。对呀、啊。这个雾霾，你弄死别人了。看没这无处可躲。对呀、啊。他能不能别着啊？刚慌你们看。这里。以后我看你们代办了，你娘们儿的。我们的目的把你弄个半死。哎，对对。说公益不行，这不行那不行，我就不信没有不行的地方。对，公益行了，两位。对，公益行了，你们再卖不了设备就怨你们自己。这公益也有我的一部分功劳。是。是。就大老院装这设备，嘎嘎的。天天在这公益里边。重灾。我给打扫卫生。嗯。给他收拾那，天天的这小活儿都尽让我干了，还又干点技术活儿，到最后吧，我现在缺点技术呢，还有时候还爱答不理他，嗯，请我吃一点吧，还不让我吃今天，要脸点行吗？做个牌子做了这么长时间的话，客户不得疯了。慢工出细活，对你们太不要脸了，外貌了，为了一个图表，大老远的跑来这么些人，干点别的不行？我想干别的呀。谁卖这个来了？张娜是吧？
我们每天都要过来一个人。录上了，这都录上了，声音都录上了。录上了才叫他听见的。我们每天都要过来一个人啊。去监督你们生产这边看怎么样，回去报告一下。越监督越干不好。今天监督工艺部哈，明天先监督打包部，后天监督这个切割部。你丑不要脸的，把你安排的这么靠后，首先监督你知道。你监督完了以后，那边就知道怎么回事。早定也来不了吗？做完了来的。早定了，你们不用这样的，你抽抽人吗？没有电机，没有驱动。这些东西不是标准的吗？电机驱动。来不来？你为什么人家断货了，人家货也怎样？嗯，就断今天的货，其他都不管。对，这就这就找财务部了，这个给销售部，那不是受那个这个采购部。咱不知道今天拿钱买东西，今天的钱咱不赚。是不是？今天钱不干净了还是怎么回事？今天买不来东西。今天的钱也是堂堂正正的，是吧？人民币。我就不信这些开发商不，这供应商不要咱的钱。打过来再给挣回来。对呀、啊。客户都走了。嗯。还是没来了。走了。怎么样？看了一眼，哎，还可以带膜切割，哎。哎呦我操！就这点要求啊，我还可以带膜切割。人家为了怕就是怕啰嗦，每次切割。别忘了把那个本弄上，弄上它，咱弄了。他想要，跟他意思想要，交上厂里的。对呀、啊。可以。他自动交上厂里的，装一下。那天就搞那天。还能带吗？他是个客户吗？嗯，走了。不是说叫什么部长？谁来了？部长吗？他俩。大徐来了。嗯。走了。嗯。OK。业务这边出车间了。啊，行行，没意见就行了，没意见行。做个 U 盘。对，以后业务员他们在弄的时候，我一会儿给业务说，走的话不拍视频了，就抓紧说走了，你别一拍定跑了，还在等着你，一等半小时下去了，一会儿来一句啊，我们早就走，该干嘛干嘛。不要不用了，就抓紧说，还得赶别人。还得看，还五分钟哪有啊？一会儿。咦？我可以不动吗？可以动，为什么不能动？拍完一个完整的视频。动。